云画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最美的呢？我觉得呀，热爱生活的人最美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生活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用着自己不同的方式，表达着对生活的热情。在这里，有这么一群美丽的舞者，也一直用他们的动人的舞姿，表达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。下面请欣赏伏古女子舞蹈团为我们带来的美丽时光。 Please welcome dance Beautiful Times performed by Fox Valley Chinese Dance Group. Thank you.